欢迎来到古先生实验室，今天古先生带来《望线守护现代剧》第119集《蓝忘机》底瞒了我多少事情。魏婴说不上新闻了，但比起昨晚确实是淡定了不少。蓝湛没有说话，但一直用着赞赏的目光看着自己心爱的人，你不愧是魏婴。首映三天魏婴都没看票房数据，主要是蓝湛不让他看，魏婴以为是有多糟糕呢，没想到蓝湛是想给他个惊喜。要不是陈导特意打电话祝贺，魏婴都不知自己主演的电影在同档次的贺岁片中票房位列第一。蓝忘机，你这个坏蛋，你给我下来。魏婴跑到院子，冲着三楼书房大声叫嚷了起来。很快窗子边就冒出了一个帅帅的脑袋，怎么了宝宝？你说怎么了？陈导都给我打电话了。某人嘴角一勾，留下一句，宝宝你真棒。然后就没然后了。魏婴是属于那种越被打压反弹力度就越大的那类人，所以表扬的话适量就可以了，多了他会骄傲。因为这部电影魏婴打了一场漂亮的付出仗，那些质疑他演技的声音淡了下去，可还是有些黑粉拿他的感情大做文章，说他私生活混乱，不走常人的路，只会教坏年轻人。一时间人红是非多，魏无羡同性恋的新闻又挂上了热搜头条，甚至盖过了电影的热度。粉丝和黑粉对骂，誓死要捍卫自家偶像的形象。魏婴知道自己又要经历一次曾经的网暴，但这次不一样的是，战鹰的公关部处理起舆论来游刃有余，魏婴一点都不需要操心。而且他之前是一个人躲起来不敢见人，现在他的家人爱人都陪在身边，他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害怕了。舆论第二天网上就发出了大量魏婴捐款资助贫困儿童上学的消息，还有蓝忘机以个人名义建造的学校，一瞬间舆论马上就一边倒了。有网友说，这样优质的偶像谁还敢说会教坏年轻人，感情的事情谁也无法感同身受，他只是爱上了一个同样优秀同样善良的人，而那个人恰好是同性而已，这有什么错？有网友说，他们为社会做的贡献是多少键盘侠做不到的，善良的人一定会支持善良的人，只有心术不正的人才会眼红妒忌。来是员工自发组团去电影院捧场，看完后都觉得特别有教育意义，都说还要带家里孩子再去看一次。所谓的和平年代，是因为我们身后有无数的英雄在为我们遮风挡雨，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些英雄。连蓝景怡都拿起手机给他的同学安利这部电影，让他们带爸妈一起去看。过年拜年期间还逢人就问有没有看电影了，没有的话一定要去看。他的表达能力本来就强，把电影剧情说得绘声绘色，听到的人最后都去看了，而且看完后还打电话过来谢谢蓝景怡的推荐，电影拍得很好，还夸奖了魏婴演得好。蓝景怡一脸骄傲地说，当然那可是我宪哥哥拍的。全家人都被他逗乐了。魏婴还开玩笑说，下次的电影宣传他得带上景怡，这娃可太会做宣传部的工作了。景怡听完后一点都不谦虚，对呀，我可会说了，不像二叔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话，以后宪哥哥你要多点跟我在一起，二叔他呵呵，二叔其实也不错。在人的瞪视下，景怡怂得像狗熊，话说到一半赶紧改口，魏婴主演的电影不仅入选了年度最具教育意义影片，他个人也获得最佳男演员奖，这是魏婴出色电影得到的最大认可。蓝湛，你说今晚的颁奖典礼我穿这套还是这套？魏婴手上拿着两套西装，一套是纯白的，一套上衣是红色的。蓝湛略一沉思，指了指白色的那套，刚好自己打算穿黑色的，一黑一白。好，听你的。魏婴换好衣服出来，发现某人居然也西装革履的了，大晚上的还有应酬吗？蓝湛，你要出去吗？嗯。去哪？秘密。蓝湛神秘一笑，换来某人一个白眼，切，搞什么神秘，时间来不及了。
魏婴不跟他唠叨太多了，蓝湛把他送上车，说了句晚上见。魏婴没想太多，以为他说的是晚上回家见。颁奖典礼现场外面人山人海的，全是魏婴的粉丝，一看到自家偶像出现，粉丝像疯了似的叫着他的名字。魏婴心里很感激，同时提醒他们注意安全。坐在颁奖典礼现场的魏婴有些紧张，毕竟好几年没经历这样的场面了。直到身边有人落座，直到魏婴闻到了熟悉的檀香味，蓝湛你怎么会？魏婴那双大眼里满是惊讶。蓝湛看着他淡笑不语，只是手伸了过去，握住那只有些紧张的小手。颁奖还在继续着，但魏婴的注意力都被手上的大掌给夺走了。我救我，还要挠人。现在有请电影烈枭的投资人，也是蓝氏集团董事长蓝忘机先生上台领奖。烈枭是蓝董个人投资的电影，并且听说对于票房所得，蓝董有特别的打算。下面请掌声欢迎蓝董上台。什么鬼？投资人是蓝湛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魏婴彻底懵住了。台上的人淡定从容地发表了自己对影片的看法，最后宣布了票房去向。关于这次电影票房所得，我将会以我的伴侣魏无羡的名义成立了基金会，这些钱全部用来资助烈士未成年的孩子以及他们年迈的父母。蓝忘机说这句话时，目光始终都在台下的某人身上，而魏婴早就热泪盈眶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为自己安排的，怪不得在医院时他和陈导见面，陈导对他好像很恭敬的样子，原来这家伙是幕后的资本家，居然投了那么多钱也不跟我说一声，那可是夫妇共同财产，哼，以后银行卡的上缴。魏婴的脑子开始跑偏，那下面就由蓝董颁发最佳男演员奖项吧。主持人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眉来眼去的，简直是羡煞旁人。我宣布年度电影最佳男演员魏无羡。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响起，台下响起了如雷的掌声。魏婴连站起来都觉得有些微颤。从心爱的人手上接过荣耀奖杯，魏婴的手颤抖到不行。最后你帮我拿着，魏婴冲着人撒娇。台下的欢呼声更猛了，看来蓝董在家里是个妻管严呀。蓝湛乖乖从人手上把奖杯拿回来，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，想拿着件无价之宝。一双浅眸深情款款，魏婴小脸都被人盯得通红了。你别盯着我看。魏婴还羞带嗔地嗲怪人，下面那么多人呢。台下的观众坐得远，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，主持人就在旁边，听得一清二楚，乐开怀了。想不到这蓝董一脸清冷的外表下，原来私底下这么沾人的。下面就由我们最佳男演员魏无羡来发表获奖感言。主持人继续 Q 流程，魏婴还有点紧张，蓝湛伸手捏了捏他的手腕，他才深吸了一口气，走向话筒的位置。首先，我要谢谢评委，颁给我这个奖项，另外就是陈导，谢谢您。我从来没拍过电影，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要不是有陈导的悉心教导和指点，我是不会取得这样的成绩的。我还要谢谢赵总，我现在的经纪公司湛鹰文化传媒，没有他愿意接纳我，我也没有这样的机会。最后魏婴转了个方向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身边的男人，谢谢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我的知己，我的伴侣，一路走来我放弃过他，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。在他事业顶峰时，他愿意抛下所有的一切，一无所有，只为了我。在这里，我想对着所有的媒体朋友和支持我的粉丝说一声，不管你们同不同意，这个男人我选择了就会爱一辈子，为了他我也愿意放弃所有。说到最后，魏婴把话筒移开，说了一句话只给一人听，蓝湛，我爱你，还有谢谢你。两人眼里都含着泪水，在众人和传媒面前，两人来了一个知己般的拥抱，像战友也是伴侣，这是每个人都向往的爱情。我们是朋友，也是知己，更是伴侣，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。蓝湛，因为你
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活得像个孩子。